之事，冰山的整个一段路，现此时伤心的安乐山，严格起兵内乱，算正寡人就放下心中这大石头啊。今天五级做掉，准备先帮两门。你是安怎为何匆匆忙忙来到金王宝殿，叫我为你做主呢？我嘛不该想我二大天辈啦。真有出事？是啊。好，那安尼，我为你做主来哩。太公，贵叔与党主政治人，随自上天，请老祖。平心，小不行，背不起来。
如今夜寡人想要来问你，伊若要清早来临，将伊放锁。敢会令你告寡人前来禀报呢？我听我言道，那是公主太过不应该，因为夫婿小丹家己，伊既然执意唔肯对我回转，伊去拜寿。一时大怒，才会对伊动手啊！寡人见地了，哄你。哇！这是太过侥幸惯用，如今你成为的乃是过界。媳妇，你爱遵从三种素定，袂使咧侥幸惯用。虽然你是金鸡玉叶，但是现此时，寡人父王要出口气予你。你若要完，要往甲过家里去，才来向阿过去拜寿啊！是啊，皇帝，不可侥幸惯用。皇帝遵旨。遵旨，那安尼就好，过家。当下皇上。那安尼有事再找。上回见。家里后事。将军是金鸡玉叶，就算什么看唔到，你也不应该来傲胆。既然皇上开赦你，也出了圣旨，可是你嘛爱让公主娘娘伊来心服口服，为夫先恢复来去，如此就到达来。不是啊，电工不是去给拍了了，拿只脚底拍无着，
我想讲，爱较上重一点啊。安尼是哦，原谅你，以后给你机会，可能算给我弥补。咱先把关系倒转来去，向伊讲讲，卖笑。再讲袂转。哎呀，夫人啊，真感谢啊！那么你到后宫，拜托朝阳皇后出面，今仔日这个代志无法度用收煞咯。一位父亲，罢了罢了，一位公公婆婆，公主，你也来了，是啊，哦，你真委屈啊，哈哈。看到无，公主来啊！我这个囝就比较有较谦逊，然后对公主有对你吼都会唔对，拜任老夫的面子上，你着原谅伊咯。当然，公主孙家这边的假戏，应该讲是我受宠无啦。所以，公主如今伊嘛愿意诚心来个父亲的做受担。原来是安尼，既然江州有牛。